大家好，今天是大年的正月十五，过完今天就算是过完年了吧。听到后面的烟火声了没有？上次呢，我在孝感洋店那边买了很多焰火，本来计划呢，就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，我一个人放了一个加特林。然后我还买了很多焰火，准备今天十五的时候最后一天和家人小孩一起来放，买了这么多。但是呢，没有但是，所以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放一个孤独的焰火，因为今天不放这焰火也没用了哈，也不好保存嘛，我放在我车子里面，万一发生什么危险呢？所以今天就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孤独的焰火。Hey.
还可以啊，这个还可以。完了。好了，放完了，等会儿要把它收拾一下。是不是很美啊？哇，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。那好了，祝大家像那个烟火一样的灿烂。2023年兔年啊，家庭和睦，小孩听话，家庭幸福，事业有成，赚大钱，好吧 ？OK， 我开始收东西了。正好警察来了，我也放完了。收拾干净了，都在这个垃圾堆里，丢垃圾堆，丢垃圾箱去。哎，祝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的这么稀里糊涂的。哎，就这样了，拜拜了。